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一颗榴莲，我是猫山王。你看，今天也是平静祥和的一天啊。哇，好不好？哇，秀，来。哎、有没有这样整块的榴莲？整块的没那么好，是吗？对对对，你看后屁股的中间都是榴莲，辛苦了，老弟。两块吧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二三，共。哦，这个位置不好啊，离太远。导演上走，上走要快，上走快。没抓住啊！还是你，主持人查了吗？没查。就你，查了吗？行，吃榴莲好不好？好的。